每天早晨起来后十分钟，我们做十个动作，我们会受益一辈子。这个动作非常好，自己做完之后从头到脚的感受，只有自己的身体知道。好了，我们闲话不多说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。第一个动作，花上一分钟的时间，把手臂搓热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去做一个干洗脸的动作。好，一分钟。第三个动作，去干梳头，先从中间梳到后脑勺，再从两侧去梳，一分钟的时间。第四个动作，伸出剪刀手，放到耳朵一前一后，好，上下这样去推，一分钟。第五个动作，去揉搓我们的脖子，一分钟。好，左右手换着去揉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去洗洗眼。好，一分钟。这样做完之后，眼睛会特别的舒服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好，去揉揉我们的鼻子，从这个地方来往下去揉，揉到这里。好，揉上一分钟。第八个动作，去扣齿，先扣两侧的牙齿，再扣中间的牙齿。第九个动作，去手抚，一分钟。第十个动作，踮起脚尖去抓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足一分钟的时间。这十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希望大家把它收藏起来，分享给更多的有缘的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来锻炼起来吧。